记住哦，人品好，牌品自然就会好。那新竹这男的铁定牌品跟人品一样差劲透顶，他喜欢上一起打麻将的正妹牌友，告白好多次却都收到好人卡，后来他就一边打牌一边打坏主意，我上一下厕所，其实是去装针孔摄影机，就连牌友打工的咖啡店员工厕所也没放过。偷拍牌友换衣入狱如厕，时间长达6个月，而且除了这枚牌友，还有其他3名女子也受害。直到牌友发现针孔，才惊觉被偷拍，立刻报警。警方也马上找到这男的，因为他装针孔时自己也入境啦。最后他花了快60万，终于换到和解撤告，躲过牢狱之灾。突发中心新竹报道。